摄佛教士为末法人受福田，愿受我请于此处时。也希望你们的诚心哈，荷兰内周先伯家都能够维系方哈，谢谢，感恩阿爸父亲自来帮助兰家的周先哈。供佛都在我们的人心，这是一个世间最重要的。那得宾陀罗婆罗多是摄佛教士，为末法人作福田，愿受我请。可以放心，三位是。清净法身品如这那佛，圆满报身如舍那佛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大恨普贤菩萨，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三德六位供佛及身，法界有情普同供养，若犯时时当愿众生禅悦为始，法喜充满。供佛啊，佛法不可思议，教所有的历代的鬼之母们，以及所有旷野鬼神众的所有的众生万心万灵啊，要了解到呢，世间是一个幻象。过去呢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佛光，有咱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四十八大愿的第三十七大愿，只要你愿意啊，咱遐想什么好食，有什么衫，有什么要用的，拢总有啊。过去我们不知道，现在我们历经六万年了，最后的2568年，就是咱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咱的老师本是释迦牟尼佛，特别给咱推荐的哈。咱今日最后在这个明峰佛寺当中做这个供佛，希望恁哈跟着佛光，咱这些物件，这拢是咱的意念、意识、断食、施食、处事来哈。希望咱今日在这个所在当中，给咱上圆满的把这个清净诶。在宫殿呢，弄不了回向给您的哈。咱今日食饱的时阵，咱都要等一对，等下西方极乐世界啊哈。咱今日在座的有遮好的东西，咱过去先哈。那你一切男是我父，一切女是我母啊。所以咱一定爱好好过趁愿的来家，把这个娑婆世界完成500大愿哈。感恩咱今日嘛，在这个殊胜的阿弥陀经的发挥当中，啊，个个咱今日要感恩布施施食的这些，都能够完全交托阿弥陀佛。多难善妙善普陀，具智难大智陀，唵哲利主利真谛沙婆诃，所谓不施者必获得利益，若为乐故事后必得安乐，供佛一起当愿众生说作结伴，具诸佛化蟒。三顶礼问讯，问是，一顶礼，请起，再顶礼，请起，三顶礼，还有所有的三界众生，三恶道。今日圆满，也希望你们透过请你们这一吃回对净土，感恩阿弥陀佛。